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来，大哥，小心！小心我看在嘉燕的身上嘛。你要决定他们。你说出你的愿望吧。黄队的队员们，可以跟我们黑队一起同一车回台北。你的愿望今天都必须实现。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愿望，好不好？四个人当中，我们就找出来一个倒霉鬼。剪刀石头布。Come on, baby! Come on, baby! Come on, baby! Oh yeah! 我们到最后一刻都还是有体力的。礼拜天没人还好，就是没人才显得凄凉，好不好？大哥多久没有搭区间？没有搭客。我最后一次搭区间车应该是国中吧。我不知阎王。好，我们会告诉你关于一个状态，我要一个什么东西，棒棒棒，你们进去找。找出来的，一看哦，这个可 OK OK OK。我们就算得分，然后我们会有几个关卡，然后你们进去以后找出来玩的时候累积起来。所以他一棒一棒，快快快快，二棒。那个把痴了妈的，你要色盲了吧你？啊，这个算全部吗？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可以，杨平那边也可以去哦。我们刚刚在问谁？房间断头痛，够够够，先头痛。哎，是一台，啊天哪，太重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来，大哥，大哥，小心！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！哇！哇！哇 ！Go！ Go！ Go！ 好，最后六十秒。很帅气哦，帅气哦！三十秒。好，这两棒回来算数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沐浴乳啊，沐浴乳啊，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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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吧？是啊，是啊，我吓了一跳，你刚走回来很累的样子。好，各位，这个应该要得分，因为沐浴乳真的是白的，是一样，好不好？哦，有吧？那这个烂东西算白的吗？你当我们色盲吗？它明明就是粉红色的，一二嘛，三嘛，四个四嘛，好不好？还有四哈，啊，这不会弄破嘞？五白的，六。七，因为他们也有，好吧，八，九，九啊，你哎，你手是有那个九，这一条手是白的，白的，白的，是啊，它是白的，没有，这是白，哎呦，哎，他帮你讲话了，那不会泛蓝，不会泛蓝啊，不会泛蓝，好，这个有，这有，好，好，对呀，哎，几九算了吗？多少了？十了吧？对，十，对，好，这里面，哎，里面还有。十棉被没了，就棉被啦。十一，十一，十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白花嘛，八，下面有两个，九十，好好好，给他这个救了他。好 ，OK OK， 好，平手，平手，平手。今天算是小队长有一个这样这么好的一个盛宴嘛，对，可不可以给小队长一个小小的愿望？对，啊，如果他说。
什么什么啊，我们就把它实现这样。哦，对，好，小棍子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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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看在嘉燕的身上嘛，你要决定他们，你说出你的愿望吧。好，我希望，嘿，哎，黄队的队员们，可以跟我们黑队一起同一车回台北。耶耶！回答我爱你，回答我爱你。好，你的愿望今天都必须实现。嗯，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愿望，好不好？四个人当中，我们就找出来一个倒霉鬼，叫做他叫，而且孤单的。区间车，哇，孤单的贵族区间车 ，OK， 这个比四个一起还要狠呢。他这样讲其实蛮有道理的，因为一个人，人家区间车都准备好了，对，我们至少摆是四个，那我们就一个去，剪刀石头布，赢的就先走，留下一个倒霉鬼，最后一个会不会哭啊？来，不可能，剪刀石头布，三不六，好，慢一点啊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剪刀好危险哦！剪刀石头布。哦，没有没有。剪刀石头布。小队长要扛了。身为人父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我跟你说，身为队长，我决定今天。跟你一决高下，三战两胜一决高下，来，哎，穿着用得到，我先穿一半，我穿一半，剪刀石头布，哇，直接三拳哦，好了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一比。剪刀石头布，欧耶 ，Come on baby，Come on baby，Come on baby， 欧耶，哦我是 OZ， 面对现实喽，我不要进去啊！你不进去，你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回去。车走了吗？走了。哎，大巴走嘞，走了。对啊。铜锣车站，我人生第一次来铜锣车站。好，第二面，大家加油，拿出精神哦，拿出精神，大家，我们要玩很大的精神。我们到最后一刻都还是有体力的。你看今天没有一个人还好，就是没人才显得凄凉，好不好？哎，但这个真的好酷，我想拍一下。大哥多久没有搭区间车？没有搭过。我最后一次搭区间车应该是国中吧。我还有坐过自强号、举光号。而且区间车有些车都很细。真的还假的？区间车是新的吗？区间车不是应该就是最老旧的那一种吗？它有更新哦，是哦。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幸运到可以做到更新的那一班。照我今天的轨是没有什么机会了。人呢，人生运势有高有低，好吧，我们就认。哦，区间车长得像捷运哦。它怎样？它新的还有更像捷运哦，真的哦。你知道坐上有一种下一站木栅动物园的感觉。嗨，你们好，我很尴尬。对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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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终于要到台北了，他们另外一台车是吧？8:50就到了，不不要玩一个半小时，但至少平安回到家，而且我们制作人小董还有陪我一起做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蛮感人的。不管怎么样啊，我能够今天能够再回来玩很大，我超开心。哦耶，哦耶，太棒了。好了，我们回到没有人的台北火车站了，非常的开心。结束我这一次回来玩很大的行程，很好玩，然后跟之前的感觉是一样的。
我们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。谢谢大家。OK， 拜拜。